下课。
这个，感觉又没有跑得快。所以先生，请问你刚刚有认真的跳吗？好像没有，对不对？感觉全身无力啊。你刚刚你早餐有吃吗？啊，记得要跟上哦，好吗？所以先生，不说说你的感想。用你带来的健康操。我们本四年级整齐的退场，整齐的退场。好像要来了。来常常回头，拜拜。